山天无花的白雪，大风刮过的草原，飞蛾入眠的翩翩，是与你有关的梦魇。无尽无边的深渊，渐渐浮现你容颜，不知所起的情缘，不经意见面烟不绝。是谁一身涉险，换我一世周全，明明生死都看淡，却为你心慌意乱。不过朝中一直有人议论，说白鹿虽然长于星算，不能说是不称职，但陛下对他的偏爱已经是超出君臣之情，若是名花解语，陛下不如早日将他纳入后宫，以免群臣侧目，有伤陛下之圣名啊。你说的这个有人是指谁呀？人同此心，人同此心，陛下就不必深究了。朕看第一个就是你樊如慧吧。臣的确也有此担忧啊。白鹿不会进宫，但朕想对他好一些，不行吗？朕叫你做就做。如慧啊，朕若是不信你，不会将朝政都交于你，更不会在朕出巡的时候将天启、将朕的后辈全交托于你。你呀，要把心思都放在朝政上，不要整天想东想西，也不要认为朕对白鹿好一些就会动摇你的地位。朕要动摇你的地位，用不着一个白鹿。陛下圣明烛照，臣不敢欺君，臣的确是对白鹿有所忌惮，只因犬子樊征与白鹿有所冲突，臣终有舐犊之思，担心白鹿得宠会对犬子樊征有所报复。好了，你不用对朕剖白，朕不想听你说什么，要看你做什么。你要记得一句话，朕不管做什么决定都有朕的用意，用什么人也有朕的道理，你不要胡乱揣测朕的心意，该是你的，朕一分不会少你。陛下圣明。顾大哥请。顾大哥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巡狩出游期间有一个朋友想托你照顾啊？对对，人你什么时候请来呢？你先坐。好。顾大哥，你先喝茶，等我一下。好。
顾大哥，这就是我要你帮我照顾的朋友。嗯，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晚辈云文拜见前辈。